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刚才把主类品的经文讲完，现在要说明这个三种译本当中啊，它这个主类品的前后排的情况不一样的这个情形。三种译本当中，西晋的译本《正法法经》跟隋朝的译本《天平法法经》都是把主类品摆在最后，是在第27品，因为他把这个鉴宝他品里面呢包含这个提婆达多品，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本子把这个提婆达多另外分出来为一品，就成为28品。那么他们两种都27品啊，而把主类品摆在最后，就是第27啊。那么神力品之后啊，接下去就是药王品了啊。那么因此古德的看法各有不同。慈恩窥基法师他有法法玄赞，他认为这个主类品应当摆在后边啊，摆在这个中间有八相位，认为有八点呢、不妥当。后来到了唐朝中叶贞观年间啊，不是这个贞元年间啊，唐德宗那一段时间，金溪湛然大师是唐朝中兴天台的一位高僧啊。金溪湛然大师他解释天台三大部啊，《法华经》文句有文句记，也叫做妙乐文句妙乐。他这个《法华文句记》解释这个主类品的开头啊，他就辩明啊，说《法华经》的主类品应当摆在神力品之后，药王品之前，这个道理。那么他有总有八义，别有八义，也是对住这个窥基三藏法师的这个八种相违的道理啊，把它一一辨定，认为一定要摆在这个地方才对，认为要鸠摩罗什的这种做法才对。那么窥基三藏法师的说法，他认为要摆在后边呢，这是通途的说法，通途的说法。怎么说呢？佛经啊，现在藏经里面的佛经可以说99%的经典呢、主类品都是摆在后边的，主类品都是后边。大家最常看到的地藏经主类品也是在最后啊，13品当中主类品是第13。那么其他所有的教典经典差不多主类品都在后边的，很难见到主类品在中间的，因为这是法会圆满了要走了最后的嘱咐啊，嘱咐流通应当本来是摆在后边。那么这里为什么摆在这里呢？那么他们认为该摆在后边的是越通途的说法。可是法华经跟普通一般经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他到了这里基本两门的大意已经说完了，说完了就该付嘱啊。那么后边的药王品以下的还有6品经啊，那6品经是后边
可以说是主类以后的片段说明，一段一段的啊，所以它每一品啊有开头有结尾啊，这个情况不一样的，不能把它呀把这个主类品摆在后边。现在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也用不着啊，把这个京西沾染大师的那八种总编的意义啊一一加以分别，我总说一个大概，说一个大概啊。那么第一点，从主类品之后，后边六品经文啊，凡是讲到多宝佛，都加上一个他字，多宝佛他，不是直说多宝佛啊。那么可见从后边药王品以后的经啊，都是佛回来灵山，他们关起来了然后说的经啊，所以决定啊主类品的摆在这里，佛才能够从宝塔里面出来回到原来的地方啊。那么如果把这个主类品摆在后边呢，那佛就没有出来了，佛还在坐在这个多宝佛塔里面啊，而这个所有的分身诸佛也还停留在那边了，也走不掉了啊。那么因此你看后边六品经文呢，没有一品提到分身佛的，没有一品提到佛的分身诸佛，因为这个时候分身诸佛都已经回去了啊。那么后边的经文所以没有提到分身诸佛，而多宝佛他已经关起来了，所以后边凡是提到多宝佛都是加一个他字，尤其妙音菩萨品第24，妙音菩萨品，妙音菩萨来到娑婆世界，他问讯多宝佛，还问讯多宝佛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啊，啊，多宝佛是不是还坐在这里啊，他能够忍耐久住吗？您看到后边的妙音品翻出来看看就可以知道啊。假如释迦牟尼佛没有离开宝塔，不是回到灵山会上的话，那么这两位佛坐在哪里，他怎么会这样问啊？我隔壁就是一看嘛，两位佛都同时看到，他应当是不该这样问，多宝佛他是不是在这边呢、啊、在你眼睛看到了为什么呢啊，所以啊你看这些文字都可以知道，这个主类品绝对是在这边，不能摆在后边啊。那么还有好多的意义啊，我们等到后边经文凡是有提到这一类问题的，我随时再加以补充说明。你们现在经文还没讲到啊，提早说你要翻也麻烦啊，那么也没有办法一一说清楚。那么总之要按照鸠摩罗什三藏的这个说法，《法华经》的主类品就是在神力品之后啊，最显明的神力品的目标就是为了要主类，为了要主类才现神力，否则这个神力品就没有作用啊。神力品就是因为要主类才现的神通的，所以他这个主类品一开头说现大神力，也包含前面的神力。那么如果神力品切断在这个地方，把主类品搬到后边，这是中间夹杂了那六品经啊，那前后没有办法贯通，有好多问题存在。所以京西沾染大师辩定认为一定要排在这个地方，不能排在后边，排在后边是错误的啊。那么或者是有人会问，那么西经主法父所翻译的正法法经难道他也翻错了吗？这个很难讲啊。根据这个道玄律师的这个所有的文章的记载里面呢，他对于正法法经的把主类品摆在后边，他就认不以为然啊。道玄律师就认为不以为然，那么他提出很多问题啊。这个道理跟这个京西沾染大师的说法有好多啊，沾染大师经籍这个说法而来的那么也是根据这个法华经里面的内容啊，实际上这个主类品不能摆在后边，而且这个正法法经它这后文的这个六品经啊内容也跟这个鸠摩罗什三藏翻译的完全一样啊。尤其那个妙音品那一段文，我们讲到妙音品再加一对照说明啊，把这个正法法经的原文对照说明，如果说是把这个主类品搬在后边去啊，那一段文是相当的矛盾啊，没有办法自然起说的啊，没有办法自圆起说。所以可见呢，这个主类品一定是摆在这个地方才对，不是摆在后边。经过沾染大师京西沾染大师的辩定之后啊，后来没有人敢说这个话了，以后没有人敢说这个话。
一直流传到今天，都是以鸠摩罗什三藏的做标准，啊，不会拿其他前后译本做标准啊。那么这个道理以现在来说无关紧要。无关紧要，所以因此啊，他那个总义的八种，别义的八种啊，现在不说，不必说。而这个《法华玄奘》里面的这个八相为也不必说，因为那些以现在是无关紧要，用不着说。我们只是相信鸠摩罗什三藏翻译的绝对没有错啊，尤其他临灭度之后火化，色根不坏，这就完全可以证明他的翻译是完全对的。那么这是关于这个主类品啊，那么摆在这个地方跟前后两义不同的这个原因啊，它有很多地方需要这样做的，要摆这个地方才对的。那么等到后边经文，凡是有关这类的问题的，我们随时再加以说明啊。那么到这里为止，主类品讲完，下面第23品就是药王菩萨本事品。主类品讲完了，讲药王菩萨本事品啊，那么这是第23品。药王菩萨他兄弟两位，老大药王啊，这个弟弟是药上，药王药上两位菩萨。大藏经里面经藏啊，另外有一部叫做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啊，我们平常拜的那个逢明宝忏呢，88佛逢明宝忏就出在这个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啊，先说53佛，后边说35佛，合并起来88，啊，那么是根据这个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说的。那么根据药王药上二菩萨这一部经里面的记载，说从前久远之前呢，有一位尊者叫做星光，天上的星星的光明，星光啊，他在日藏佛面前发菩提心啊，那么他就是研究这个药，世间的药治疗众生的生病啊，那么他在这个采取这个好的药啊，来帮助出家人啊供养众生，那么他发愿呢，从此敬畏来济，用以药来治疗众生的生病，用法药来治疗众生的心病，要治疗众生的身心二病，所以他最初发心是由此而来。那么因此当时佛替他受记啊，那么就替他取过药王的名号，就是药王药上，他这个药王药上就是从这里来的。根据楞严经25圆通里面也有他的一份啊，这个药王药上二位菩萨，他过去生生世世做良医啊，做医师啊，那么把世间所有的药草他都尝过了，好像我们中国的神农啊尝百草情况一样啊。那么后来得到佛法那么佛替他印证，说他们行菩萨道有所成就，那么他这个兄弟两个就是药王药上两位菩萨那么他是从这个胃啊舌根所藏的胃而证入三脉的，这个详细啊记载在这个楞严经25圆通里面。那么现在这里呀，是有一位菩萨出来请问，要请问佛来说出药王菩萨的苦行，他过去修苦行的情况，他度众生的情况当中啊，就单问这个修苦行的情况，所以下面由这个药王过去燃身供佛的那个事迹就在这篇经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就是在前面总流通啊，基本二门总流通，在总流通里面药王品以下五品经，一直到第27妙庄严王本事品，这五品经都叫做越化他劝流通啊，越教化众生方面啊，说明这个劝流通的道理。那么现在这一品经叫做续弘法之师，续勉励劝勉的意思，
勉励弘法之师要学习药王的苦行，所以续弘法之师这品经是这个流通的意思啊。现在要说这一品经啊，续弘法之师文有四段，第一问，第二答，第三立一，第四多宝称赞，有这四段文啊。科判里面呢是把后边的二三四四段的经文通通的科判都把它列出来，你看着这个上面的谜段的科判就可以知道了，不必一一细说。那么这一品经啊，那么就是药王菩萨本师品，就是续弘法之师，分四段。第一是问，就是秀王法菩萨出来请问，尔时秀王法菩萨白佛言，尔时，这个尔时啊不能确定他哪一个时间，大致总在主类品之后，主类品之后或者是休息一段时间才说。那么这个尔时大致就是这一段药王品的法会成就的开头，那个时间就叫做尔时。会上有一位菩萨叫做秀王华，这个新秀的秀不念俗啊，新秀的秀就天上的星星啊，新秀的秀啊，秀中之王，就新秀中王啊，就是月亮，月为新秀中王啊。那么华是表示万姓樱花，因地修行的樱花啊，那么将来能够成就一圣的果道，所以他在修因啊，犹如心中之王，好像天上的月亮，清凉照夜啊，破除众生的无明，使众生得到心地清凉啊。那么他的因花修行啊，因地开花修行，就是好像这种情况啊。那么这是月因地的这个情况啊，建立这个名目。那么他出来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下面是秀王法菩萨请问的话啊，世尊，药王菩萨云何游于娑婆世界？这是一个总问啊。世尊啊，有一位药王菩萨，他也做自利利他弘法事业，做得很有啊，很响亮的啊，这个、工作啊。那么这个药王菩萨他怎么样子游化在这个世间呢？他也在这个娑婆世界度化众生，那他怎么样子游化在这个世间？这是一个顺带的问，目标在下面啊。这个总问呢、啊、后边也没有答复的，因为这个油画的意义啊在后边两品，妙音品、观世音品，这两品正说油画，所以这里只是说药王的苦行，而没有说油画，所以油画略掉了。世尊，药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亿哪由他难行苦恨。这位菩萨知道药王啊，他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有好多的修苦行的这个苦恼的修行啊，若干不晓得有多少啊，多到百千万亿亿哪由他也是亿，有那么多的难行苦行啊，他都能够做到。药王菩萨的苦行很多了，我知道很多，但是我不了解他的苦行的主要目标在哪里啊。那么因此希望佛能够说明这个道理，善哉世尊，善哉一方面是希望佛说啊，赞叹佛的意思，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大家得到这个法医，所以叹善，善是好，哉是欲尔生啊。很好啊，我们希望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听到这个药王菩萨的苦行，那么希望世尊慈悲，愿少解说，少少的讲一两种好了，不能讲太多啊，也没有这个时间啊。那么我就少少讲一两种，因为他的苦行太多了吗？随便讲一两种啊。诸天龙神夜叉钱大婆阿修罗迦罗罗金罗罗摩诃罗伽，这都是八部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啊，这些天龙八部的大众，人间
天上所有的众生，又他国土诸来菩萨，他方国土来法华会上听法华经的那些菩萨，及此声闻众，并及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的声闻弟子所有的大众，闻皆欢喜。不但我要听呐、啊，大家都喜欢听，都希望佛能够说出这个药王菩萨过去的苦行。这是问。下面佛的答复是直说苦行，油画不说。油画就把这个记在妙音、观世音两位菩萨的这个油画里面，来说明。那么这里是单说苦行，佛的答复有两段，第一，但答苦行，直答复这个苦行啊。直达苦行啊，但是这个油画的意义就包含在他的这个普现色身上面，他证到这个普现色身上面，证到普现色身上面就能够油画在十方世界了啊。所以以一句普现色身上面等于是大油画啊，主要讲苦行，或者是治后边两品，下面两品就是妙音观音两品啊。这是第一，大苦行；第二，叹经。赞叹这一部经的殊胜功德。先讲菩萨的苦行有两段，第一名四本，第二名本事。第一名四本呢，就说明他的苦行的四季的根本在哪里啊。那么先说他的最初啊，这个修苦行的那个时候所亲近的佛。而是佛告修王法菩萨，那个时候佛对修王法菩萨说，下面就是释迦牟尼佛答复的话：乃往过去无量恒河沙劫，对，从前久远久远呐、恒河沙数那么多的劫之前，有佛，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出现世间，号日月净明德如来，再一尊佛的名号叫做日月净明德，这都是月佛的殊胜功德建立这个德号啊。日月当然是表示光明啦，照昼照夜了啊，那么显示这个佛的智慧光明，菩萨的智慧光明啊，那么成就这个究竟佛国啊，那烦恼断尽就是究竟清净啊，这个智慧圆成就是光明普照啊，这些圣德都成就了，所以叫做日月净明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是佛的十种通号，经常讲的，不必再说。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在过去无量恒河沙劫之前，有一尊佛出现之间，就是日月灯净明的佛。那么其佛有80亿大菩萨众，大菩萨摩诃萨。这一尊佛所教化的大众当中啊，有80亿那么多的大菩萨，72恒河沙大声闻中，声闻更多，一条恒河的沙就无量无边的，何况是72恒河沙？像72条恒河那么多的沙子，一沙算一尊一个声闻，那么多的声闻众啊，那么就是说这一尊佛度化的声闻众很多。那么佛住世多久啊？佛寿42000劫，佛住在世间的时间有42000劫那么长，菩萨寿命一等，当时的菩萨众的寿命跟佛相等，都是一样42000劫那么久，不晓得是小劫、中劫、大劫，不得而知啊，只是42000劫，寿命很长了。彼国无有女人、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等给予诸难，说明当时日月净明灯佛的国家是净土清净的佛国，所以说明那个国家的清净的情况。彼国就是日月净明灯佛出现世间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国家，无有女人啊，这是说当时国家里所有的人中啊，都是具丈夫相，就是跟这个大梵天的世界天的天人一样啊。你不要看到那没有女人，那都是纯粹都是男人呐、说句比较浅白的话，没有女人也就没有男人，这是相对的。
啊，既然没有女人，男人要做什么呀？何必又要有男人呢？所以既然没有女人，也就没有男人，就是没有男女相，没有男女相。那么没有男女相，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啊？到色界天去看，色界天三重天以上的天人都是一样的，具足丈夫之相，没有男女差别相啊、因为他那边没有欲，既然没有欲啊，就是当然就没有男女相。所以经文里面说没有女人，你同时要想到没有女人也就没有男人，没有男女相。没有男女相，人的情况怎么样？跟这个色界的初禅天以上的天人一样，大家同样是人的相，大丈夫相，三十二相啊、没有男女相的差别啊、这说明他的国土清净啊啊、那么也没有三恶道，第一恶鬼出生这个三恶道都没有的啊、也没有阿修罗啊、显示他的国家里面只有人，天上的人这两种众生啊、还有菩萨声闻啊、没有三恶道四恶趣啊、阿修罗都是虚恶趣之一都没有。即以诸难，这个难啊就是般难啊，三灾八难俱离苦啊、那个般难，般难就是三恶道就是其中之三啦啊、例如四肢变聪啦啊、盲聋喑哑啦啊、长寿天啦啊、这个悲剧鲁州啦，佛前佛后啦，没有这些般难啊、这个般难的名称呢以前讲过了啊、假如你需要再知道的话，查这个法术啊、佛学词典或者是这个二课和解里面三途般难俱离苦里面也有说明的啊、他在国家里面没有这些难，因为经常有佛出现呢，就是没有佛前佛后之难了，大家都能见佛嘛，就不会去行这个外道啊，也就没有无想天了、长寿天了啊。那么没有三恶道，前面已经说明了，也没有阿修罗，所以他没有种种的这个三途八难。地平如掌，他大地很平啊，没有高山，没有深坑，这个掌啊，前面曾讲过啊。不是指我们人的手掌，我们人的手掌，你们的手掌伸出来看看平不平呢？不平吧，平不平？我的掌不平，中间是窝窝的啊，不平。所以这个掌啊，不是指人的掌。那么这个掌是什么呢？古代有两种说法。第一，说这个海底有一种宝石叫做掌，海底有一种宝石叫做掌，那个掌的宝石啊是平的，很平很平。啊，这个平面的石，这个宝石，啊，是地平如海底的这个宝掌石，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这个地平如掌的掌啊，指佛的手掌，佛的手掌，佛的手掌是平的，伸开了是平的，啊，那么因为佛的手掌最平，所以这个掌或者是拿佛的手掌来比吧，啊。那么总之呢，就说明他这个国家呀，大地都是平的，没有高高低低的。那么而且这个大地是琉璃所成，是琉璃宝地，跟极乐世界一样，饱受庄严，很多饱受庄严这个国土，宝藏佛上，藏是布幔之类，浮在上面呢来庄严，垂宝花幡啊，宝花宝幡呢垂在这个国土里啊，华就是花。幡床幡啊，宝盖之类，宝瓶香炉周边国界有宝的水瓶装水的，或者是装宝的宝瓶，或者是香炉烧香的，周边整个国家的界限里面都有。七宝为台，它的宝台啊是七宝所成的，一手一台啊、这个台就是一种法座啊、每一颗宝兽下面有一个宝台啊。其受气台近一箭道，受跟台的距离呀、啊，一箭道，这个一箭呐、啊，或者是指这个射箭的这距离，那很远呐、啊，或者是指这个箭的长度，那就很近呐、啊。究竟这个一箭是指射箭的距离呢，还是指这个箭的长度？应当是距离箭的长度吧？如果射箭，那就不一定了。能射多远？百步穿杨，那就最起码百步以上哦。所以这个近一箭道
啊，很可能是这个兽跟台距离，如果台跟兽的距离可能是一根箭那么长的距离，那么这个路的长度好像射一个箭那么长啊，那就是不止百步了。这只是说一个大概那个地面上的庄严啊，此诸宝兽皆由菩萨声闻而作其下，可见这个宝台都是宝座啊。这些宝兽下面呢，都有菩萨或者是声闻坐在那个宝座上啊，在哪里用功修行打坐啊？诸宝台上各有百亿诸天，坐天机曰歌叹于佛，一味供养。所有宝台上面还有很多诸天啊，坐天上的隐约。啊，诏曰，还有唱歌赞叹佛的功德，例如说赞佛句等啊，来表示供养于佛，就是隐约歌赞供养。这就是四本啊，最先啊，这个药王菩萨修苦行的那个地方的根本啊。下面明本事，本事有三：第一，佛说法；第二，修供养；第三，结会古今。先说当时的日月净明灯佛说法，尔时彼佛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及众菩萨诸声闻众说法华经，这也是到了最后啊。这一尊佛到了最后也为这些菩萨众声闻众啊说法华经，这是佛的说法啊，跟现在佛为舍利佛当说法华经的情况一样。第二，修供养啊，这个说法，这个药王菩萨的前身啊，他既然是发心，这个听法以后的发心供养，那么供养的情况有两段：第一，现身供养；第二，次身供养。药王菩萨修苦行的供养啊，他有两次的，第一次是当生，第二次是再转生，还是供养啊，次身供养。现身供养有两段，第一修行得法，第二着念报恩啊。先说这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就是药王菩萨的前身呢、啊，他修行的得到佛法的作用啊，这殊胜功德。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要习苦行，这位药王菩萨的前身呢、啊，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就是药王菩萨前身的名号啊，他相好庄严，众生都喜欢看到。所以叫做一切众生喜见，都喜欢看他啊。这位菩萨他喜欢修苦行啊，他喜欢修苦行啊，所以在日月净明的法中啊，佛法之中啊，他也是精进的修苦行，所以以日月净明的佛法中精进精行啊，专一其心，努力进修啊，或者是精行，精行是代表一切是修行法门啊。一心求佛，专一其心求成就究竟佛果的妙法啊。那么他专一其心修行满万二千岁矣，得现一切色身三昧了，修了一万两千年，时间很长啊，一万两千年，因为在清净福国啊，时间长。那么修了一万两千年之后，就得到一切现一切色身三昧。什么叫做现一切色身三昧呀、啊？他成就这个定力啊，能够现种种身，就是好像后边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身啊、他能现种种身，说种种法，那就是现一切色身三昧。所以一切色身三昧啊，就是等于油画的方便啊，油画的方法就包含在里面了啊。那么这是修行的法。第二着念报恩，他心里想要报佛恩啊、着念报恩有两段，第一三脉力供养，用三脉啊、这个定力的功夫啊来表示供养；第二烧身供养，先说他以三脉力来供养佛，得此三脉以心大欢喜，他得到一切色身三脉啊，他心里很大的欢喜，即着念言，就心里这样想，着念是心里想，没有说出来，心里想，没有说出来。所以这个言呢是心言，心里想的话并没有说出来啊。我得一切得现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闻法华经历，
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心里这样想：我今天呢，能够得到现一切色身三昧，原因在哪里呀？皆是得闻法华经历，就是因为我听到法华经的力量，有法华经的力量加持我，所以我能够得到这个三昧。那么因此我要报答佛恩，佛说法华经给我听啊，所以我要报答佛恩。我今当供养日月净明的佛，那我应当要报答佛恩呢，就是要供养，同时也供养法华经，是即法华经。那么他要怎么供养啊？随时入定，即时入世三昧，就是入现一切色身三昧啊。入这个定境当中啊，用这个定力现出种种的供品来供养佛，与虚空中遇曼陀罗法、摩诃曼陀罗法啊，曼陀罗法这可以知道了啊，以前都讲过的。摩诃曼陀罗就是大师一法啊，在虚空中由他的定力落下这些花来供养佛，还有细末尖黑旃檀啊，这个香末，细的香末在空中飞啊，很坚固的黑的旃檀香从空中下来啊，满虚空中啊，如云而下，好像云彩落下来一样啊，来供养佛。又遇海此岸旃檀之香，海此岸指这个南赞部洲的这个盐水海边啊，南岸这个慈岸就是这个南边的海岸有这个旃檀香，最好的旃檀香，这个香很贵的啊，此香六株啊，价值娑婆世界。这个香如果有六株的话，它的价值就是一个世界的这个价值哦，娑婆世界的价值都高，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六株有多少呢？一两的四分之一叫做六株啊，那么就是24株为一两，24株叫做一两啊，那么是一两的四分之一就是六株啊，这个六株的香就会价值娑婆世界，那不得了，这个香好的不得了啊，来哪来与供养佛，从中落下来供养一佛。这是仗这个定功啊，从虚空中落下这些香来供养佛。下面是第二，烧身供养哦，这个是难行能行啦，不是随便能够做到的。烧身供养有三段，第一烧身，第二佛赞，第三时间。第一烧身，作是供养已，从三脉起而至念言，这个供养做完了，从他的定功起来了，那么心里又这样想：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我虽然用神通现神通的威力，用供品来供养佛，不及我用身来供养，不如就不及啊、不及我用身来供养，就是把身呢、来点灯来供养佛，祭佛诸香，有没有把这个身来烧出来供养佛吗？恐怕这个身有这个不好的味道，所以要先吃香的东西，佛试用了啊，不吃其他东西，不吃饭了啊，完全吃这些香，什么香啊？旃檀、熏露啊，据说这个香它的叶子好像棠梨啊。出大圣锅，不晓得是哪一个大圣锅，不得而知。有这种熏露香啊，兜罗婆香，兜罗婆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香草，各种的香草啦啊，兜罗婆就香草啊。比利加就是丁香，我们中药里面有丁香啊啊，比利加就是丁香，沉香啊，沉水可知道啊。焦香就做成焦的香，嗯，又银占婆就是黄色的花，很香啊、珠花香油，这些花去做的香油，用油都是用香油，吃的都是香啊、专吃这些香啊，满1200岁，吃了1200岁那么久的时间啊、才把这个身体所有的脏东西排干净了，整个是香的。
香油涂身，然后用香油把这个身体整个涂上，以日月精明的佛前，以天宝仪而自缠身，灌诸香油以神通力愿而自燃身，那么然后在佛前呢，他用这个天上的宝衣衣服的布幔来包他的衣服，包他的全身，缠在身上，然后把这个香油灌在这个身上，不用世间的火，以神通力，由他的愿力，自然用三脉力的这个所谓定功发出来的火，禅定的火，自然起身，这个燃就烧啊，烧啊，本来这个燃烧的燃呢，不必加火字旁，下面四点就是火啊，这就是燃烧的燃，这个自然不要看作自自然然的那个自然啊，就自己燃烧，自己燃烧。他自己现出这个火光来烧自己的身体，这个不是世间火呀，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啊。他这个身烧的时候啊，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哦，这个一烧的光多大呀，照到80亿恒河沙世界的佛国都照到，这光明你看多大啊。那么然后在光中照到十方佛国呀，这个80亿恒河沙数的佛国诸佛同时赞叹，就下面佛赞叹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这种的烧身供养情况，其中80亿恒河沙世界之中所有的佛同时赞言，同时赞叹这个这位菩萨的烧身供养，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诸佛赞叹的话善哉就是很好啊，你这样子发心很难得，善男子啊，成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你这样子修行苦行啊，这就是真正的精进，真正用法供养如来，这都是靠修观的力量，所以用三昧火烧啊，不是普通的供养，所以是就是等于是法供养啊，用真法供养如来。若以花香、银络、烧香、木香、涂香、天真欢盖及海慈岸赞叹之香，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所不能及，这世间所有的供养都不及的，假使过程妻子布施亦所不及，世间的国家或者是把妻儿子女都来拿来布施，这功德也不及你这种的供养。善男子，是名第一之事，这就是最殊胜的第一的布施，以诸事中最尊最上因为在一切布施当中，你这是最尊贵最殊胜最上的，以法供养诸如来故，因为这是用法供养，所以最殊胜。作事于以诸佛说了这个话之后，而过默然，大家静静坐在哪里呀？这个加倍这位菩萨的燃身供养，这是佛赞。下面第三，时间烧多久啊？其身火燃1200岁。这如果不是三脉力，怎么能够烧那么久啊？1200年烧那么久，过世以后啊，其身乃净。过了这个1200年以后，身才烧净。这完全靠三昧力。这一段烧身供养啊，智者大师读法华经修法华三昧，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开悟了，入定了经常都是引证说佛赞叹说，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智者大师读到这个地方，突然之间入定了，在定境之中看到灵山一会俨然在前，释迦牟尼佛还在灵山说法，那么智者大师就是读到这个地方开悟，开悟出定之后啊，得到初旋陀罗尼，所以得到无碍辩才，说法无碍，他能90天，讲这个《妙法莲华经》五个字，有名的九旬檀庙，就是由这里得到法华三脉之后啊，那么说法能够一文解多义啊，才能说出那么多的道理来。那么这一段的烧身供养，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啊，普通人不能学习的。所以这个宋朝的戒款法师，他著有《法华经要解》，他的要解里面说：妙觉圆照，利益身见，
都运空故，乃能如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烧身供养啊，他已经证到很高的境界，妙觉圆照了。他离异身见，他没有身见，没有我知，没有身见，得到五蕴皆空了。啊，心经所说的啊，五蕴皆空，他完全证到五蕴皆空的真意，我知法知整个破除，乃能如是，才能做到这种烧身供养。若不达法啊、若不达法行，空目起机，徒证业苦。假如不达不通的这种修行的方法，啊，只有烧身的苦行，苦行啊，只有增加苦恼，没有利益。所以不是常人所能做。偶一大师的会议讲到这里，他也说，他说这是完全以修观的道力成就，我凡二知已经破了才能做到，不是普通人所能成就的。如果不是以观想成就，我知破除，那么你随便烧身的话，那就变成无一苦行，跟外道一样，变成无一苦行，那是没有作用。所以有人呢要学习这种的烧身，这不是谁人随便人能够做到的啊。有些人呢有错误的观念，我记得几个月前啊，那个有一种这个单张的杂志啊，叫做活水啊，普通的杂志活水，活水里面有一篇文章，说这个大菩萨这个佛教的菩萨道啊，菩萨道啊，自杀就是菩萨道，糟透啊！啊，他这个自杀就是菩萨道啊！你看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好多这个菩萨道啊，他都是自杀的啊！他看像这类烧身供养啊、烧身烧笔啊，他都把它看作自杀，那是真是天大的错误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还得了啊？那大神菩萨道变成这个提倡自杀呀？哪有这个道理啊？这种的烧身供养啊，它是法供养，它是得到三脉以后才能烧的。假如你有这个力量，不用世间活，用三脉活，你自己呢用三脉的定功的力量啊，来燃烧自身，有这个力量你才能做。最起码啊，像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啊，放出自己的三脉活来烧自己身体，不用世间活啊，不用柴油，也不用火油啊，也不用这个火柴，只要你自己身中能够放出这个火来燃烧，这个境界就是已真正到无生法忍呢、啊，没有我知，一点也没有苦相可得啊。所以苦即法身，当地就能体证。那、有这个能力啊，才能做这供养，不是随便人能做的啊。这个因为时间到，只好讲到这里为止，后边还有收尾，我们留下次讲啊。
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人寿寻路，寻路也叫四不像，是北半球特有的动物，它主要生活在大兴安岭腹地的密林深处，在大兴安岭北坡，冰冻期绵长，不长草，马进不了山，只有能食树叶和苔藓的寻路如鱼得水，这样就成为鄂温克人迁徙运载的交通工具。哎呀，这些驯鹿可真听话，竟然像马儿一样帮人们干活。刘先生，我们鄂温克人能在这冰天雪地的环境下生活下去，可全靠这些驯鹿了。在我们这里，驯鹿一直就是人兽。人兽？为什么这样称呼他们呢？因为驯鹿的性情非常温和，同伴之间很少打斗，而且它们虽然是野生的，但是只要一听到人的呼唤，招之即来。真的吗？简直令人不敢相信，野生的驯鹿竟然招之即来。其实在这里，驯鹿和人的关系一直都非常亲密，因为在这里它和人类是真正的相互依存，和谐共生。驯鹿需要人类赐给它食盐以补充体内的必要元素，人类则需要依赖驯鹿生存生息。是啊，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和动物都能这样和谐的生活该多好啊。生活在大兴安岭北坡的鄂温克人是一个游猎民族，他们没有固定的生活场所，每当栖息地附近的猎物被他们捕获所剩无几之后，就要迁徙到一个新的地区。年复一年，他们一生中都在奔波劳顿中度过。拉吉米大叔，你这次又要搬家吗？是啊，我们要去一个食物更多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鄂温克人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刘先生，你跟着我们一起生活这么一段时间了，还能习惯吗？哎，习惯，习惯，哈哈，当然习惯。刘先生一直想体验我们鄂温克人的生活，搬家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他自然也要体验一下啊。爷爷，你帮我找到驯鹿了吗？哈哈，好孙儿，你不要着急，爷爷现在就帮你去找。哎，拉吉米大叔是要做什么呢？他正在寻找驯鹿呢。拉吉米大叔的孙子太小了，需要一头驯鹿驮着才行啊。哎呀，这头驯鹿看上去脾气挺大啊，要是让它驮小孩子是否有危险呢？你放心好了，驯鹿是非常喜欢小孩子的。果然，当这头公驯鹿看到拉吉米的小孙子后，立刻就温顺下来，乖乖地让拉吉米把孙子放在了他身上。谢谢你驮我，驯鹿。这些驯鹿简直就像沙漠里的骆驼一样啊，要想在这冰天雪地的环境下生活，真的需要他们呢。你说的没错，我们鄂温克人的孩子从小就是喝驯鹿奶长大的，驯鹿和我们的感情可是非常深的。
喝驯鹿的奶？是啊，当大人们外出寻找食物时，就会把孩子放在驯鹿和狗的身边。有驯鹿在，孩子饿了便会喝鹿奶。危险来了，有狗在孩子的身边防护。是哦，人类和动物的这种天然亲情才是最美最动人的。拉吉米大叔，拉吉米大叔，不好了，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你孙子骑的那头驯鹿不见了，连人带鹿都不见了。啊，怎么会这样？我们赶快去找孩子。是啊，那头驯鹿不会伤害孩子吧？驯鹿怎么会伤害到孩子呢？希望他能和我的小孙子在一起，有驯鹿在他身边，他就不会有危险。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赶快回去找他吧。于是拉吉米和众人顺着原路往回找，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大家发现原来是把孩子固定在驯鹿身上的绳子被树枝刮断了，孩子从驯鹿身上掉了下来，那头公鹿正一动不动地专情守护在孩子身旁。爷爷，爷爷，孩子，你没事吧？一个人在这里有没有害怕啊？我不怕，有驯鹿在我身边，我什么也不怕。跟着鄂温克人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刘先生渐渐学会召唤驯鹿。哎，好累呀，离我们居住的地方还有好长的路啊，我真的走不动了。是啊，我也走不动了。是驯鹿，真是太好了，他们会把我们驮回去的。让我来吧，让我来召唤他们吧。这不是曾经驮着拉吉米小孙子的那头公驯鹿吗？对呀，还真的是他。既然我们的老朋友来了，那就让他驮着你吧。好的。刘先生和村民骑着驯鹿乘着居住地走去，走了没多远，一条被冰封住的河流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河面上的冰很厚，走过去应该没问题吧？你看着河边已经出现了流水，贸然走着冰面可是很危险的。那怎么办呢？我们若是绕路的话，天黑前可就回不去了。应该没太大问题吧？我们可以让驯鹿先走过去看一下，他们是会游泳的，就算掉进河里也不会淹死。好吧，也只能这样了。这两头驯鹿非常安全地踩着冰面来到了河对岸，于是刘先生和村民也踩着冰面朝对岸走去。看来这河面的冰非常结实，你看驯鹿走过去都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是小心一点，我们可不能大意啊。哎呀，不好，救命啊，救命啊！刘先生，刘先生，救命啊，救命啊！啊，是你，驯鹿。经过不懈的努力，刘先生终于得救了。谢谢，今天要不是有你，我就淹死在这河里了。是啊，这头驯鹿也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去救你的。它们虽然会游泳，但极容易被冰面卡住闷死在水里，所以它们是不会主动跳进冰河里的。谢谢你救我。